开埋潮联嘅小巴站添。期间有潮联司机不满小巴被围，大喝有咩事就揾潮联啦，同拎起个铁锤周围舞。搞到凌晨，警察都冇处理过小巴违泊问题，反指市民非法集结，赶佢哋走。而喺昨晚十一点，过百警察话去救乌嘅人系非法集结，唔俾人走。行街都犯法噶，行街都犯法。我而家犯咩法？我走，我而家想打你搭车啫。现场消息话，最少一个人被带走啊。